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次来玩玩具商，皮肤是新奇玩具介绍阵容，祭司三个，调香师勘探员宙斯，路人蛇，还有我本人玩具商。好，走吧，来破译。哎，看来是要先遛鬼了，有心跳声哎。哎，有看到我吗？似乎是没有啊，我也没看到他，他也没看到我啊。好，现在开个宝箱，看到什么好东西？玩具商一段时间没玩了，所以要适应他的这个换道具还有拿道具的这个方式。好 ，OK， 然后来吧。哎，是针筒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两个针筒哎，默认是给我一个针筒，然后现在要拿到一个针筒。好 ，OK， 填涂鸦，然后来看一下。哎，奇怪，我没办法使用道具吗？为什么我的道具使用的那个没有数字啊？踏板是显示数字2啊，可以用，但是针筒那个是没有的、欸。是我们因为没有，是因为我没有受伤吗？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杰克、欸，好，盖个板，绕一下，来呀，来呀，你来呀，跟我玩是不是？假动作，好，这个假动作，假动作，真的翻过去喽。好，小心他误认 CD 时间。来呀，你再来呀！踩板是不是？你踩板我就走喽。没有，没有走远，我走不远的。应该要让他稍微挥一下，才有办法走远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就知道你要误认，闪得好。哎呦，不好不好，我被打到一下了。好，可以转点了，一下而已，不算什么。等我到这个核心的中心地带的时候，应该会比较好溜一点。好 ，OK， 他从旁边绕吧。好，这边应该比较好溜一点。虽然说他可能是有擦眼睛，对，他有擦眼睛，所以，哎呦，干嘛干嘛？没有误认，干嘛这样挥？想吓谁啊？哎，是追过去其他人是不是？追过去其他人，这讲话怪怪，过去追其他人才对。好 ，OK， 赶快走啦！走了，我发现我的这个针筒是亮的，但是我没办法按呢、欸，没有任何数字键让我按呢、欸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冲突啊？哎，各位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？为什么玩具商之前好像我觉得是数字7啊，然后现在是变成是完全没有办法按呢、欸？为什么？我也没有变动到什么按钮，怎么会突然间变这样？是发生什么事情？玩具商怎么了？我这局难道没办法用道具吗？我这局难道一点道具都没办法用吗？是因为玩具商没办法用道具，太好笑了吧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再看看好了，我再研究一下。看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过目前应该是无望了啦，真的是。好啦，来啦，买个东西。既然没办法用玩具的话，我们就先保守一点，先买加速器好，比较好遛鬼。好，等一下走了。哎、欸，又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杰克找到我嘞！嗨，怎么找到我了？你这身上装 GPS 是不是啊？哎、欸、呦，来了，误认，是不是误认要来？擦眼睛，擦眼睛，会擦吗？不会擦，不会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能翻墙哦。哎、欸，用个假动作。好，可以。这我是会中，我是会中。这个角度很容易中，这个、角度很容易中。你手下留情。好，打到我了。好，利用加速的时间再翻过去，转得好，然后再翻过去，翻得好，然后再后面绕。来了，来放跳板了。来喽，飞喽，800英尺，500英尺，降落。降落啦，耶、yeah! ！九天玄女附身啦！好 ，OK， 等一下是怎样？刚刚是真的还蛮适合的嘞。哎、欸，其实玩具上还蛮适合当九天玄女，这个发型还蛮像的。这个发型还蛮像的，为什么？有人说你看过九天玄女是不是？不然你知道长这样，不要问，不要问，真的你会害怕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先上楼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不能上楼，这个角度不行，不太适合。好，等一下。翻过去，假动作再翻回来。好，绕一下，他有无人的走。哎，先走了。现在是怎么样？两个针筒闯天下是不是？好，下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要下去？等一下，还好他没有追到，然后来个落地刀，不然就真的亏大了，真的是。好 ，OK， 似乎是摆脱捡拾的棺木，还没有画、啊，要不就画我吧。虽然有点不吉利，但是要不就画我吧。好，现在只能等人家来救了。有两个针筒却没办法治愈，太好笑了吧？哎
我们的计时上来了，可以帮我摸一下喽，谢谢喽，谢谢喽。他应该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小气啊？明明就身上有针筒，然后不用，然后硬要别人摸你，浪费时间。我是有苦衷的啊，我真的是有苦衷的，好想跟他讲啊，说我真的不是小气，我真的就是没办法按计，好吧？好啦，降落，第二次降落啦啊！好 ，OK， 我们赶快走，赶快来破一堆遗产机啊！目前只有一个祭司目前倒地，然后其他人还蛮 OK 的。哎，这局会赢吧？这局很容易赢吧？刚刚杰克我好像溜了不少时间哦。然后那个监管是谁啊？不知道，目前没看到。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把这个破板桌送两台破位机之后，然后能继续买一下这个永久 buff 的吧？对，没办法了，买道具不划算了，用不了。哎，两个在上面呢，也在治愈是不是？好，先来破译这台好了。OK， 继续破译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感觉不太妙。哎，两个都来了，一个是红蝶啊，发现你了。哎，二打一是不是？在那二打一吗？确定？哎呦！哎呦，被打到了！哎呦，误认还好没挥到，这误认刚刚是挥的是有点迷啊，这角度真的太迷了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哎，闪掉！哎呦，闪掉！连续两闪，三闪！哎呦，可以哦，五四闪，五哎四闪嘞！哎呦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！哎，这边有踏板，踏板，踏板，再复生一次！哎，怎么突然间跳出帧数？是怎样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按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很干扰，这个真的很干扰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啊，哦，我要降落成功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肯定是九天玄女附身的关系，神力满天呐、啊！啊，赶快来播一，继续播一。OK OK OK， 可以哦。如果有人要来上来帮我治愈就好喽。不过目前好像没有，下面很多人呢。为什么有人要上来帮我治愈一下？还是？我想说，反正他有针筒嘛，是不是？何必治愈？不是这样子讲的啊，同学，真的不是这样子讲的、啊。我现在就是有苦衷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先破一好了，反正做一台了，是不是？至少我可以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是点什么？我现在这角色是点什么？我没有点到大心脏吗？没有点到大心脏，太棒了！原来是个小心脏，不是个大心脏啊。好啦，现在等咯，在这边等一下咯，在二楼等一下，看老师要帮我。哎、欸，有人上来，欸、可以可以可以。哦耶， yeah， 就是要这样。不过我心跳声好，调音师也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人上来啊？四个人都待在这间小房间呢、欸，这样会不会太明显？会不会被发现啊？然后各自摸各自的、欸，有点感人呢、欸。好啦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应该是下面有人在稍微。哎，没有，不是在签字，是要上来了五个人，一个小房间挤五个人，你敢信？天哪，太夸张了！好，勘探员倒地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可能有一个监管忙着抓勘探员。好，是红蝶，好，一起下去。我感觉好像什么任务需要出动的感觉，那种非常的电影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万三了，我们现在要转个念好了。我既然没办法自己用道具，我就买道具给别人总行了吧？是不是给别人用，买好买满？啊，买到剩一千了，可以了。OK， 你们替我哎、欸，这样好像不行，这样好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别人的，我把全部捡起来好了。好，我来丢了，给你，我的枪在这里。好，还有球可以用，可以吧？两把枪，一个球。OK， 捡起来啊，好好利用啊。好好替我报仇啊！来了，是谁？哦，两枪，捡，继续捡，三枪。OK， 我道具都用掉了，太棒了。好，即使拿我球跑起来了，四枪，完美的四枪。哎呦，来了，红蝶来了，不要玩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耶、yeah ，可以哦，这局玩的还不错哦。虽然说没办法用道具，不过最后的 ending 还不错啦。对，给别人用我也心甘情愿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退价了，好不好？拜。